刚真的是吓死我了，你没把我供出来吧？没有，我说是我捡的，忘还给他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他相信吧。信了。嗯，可惜我又得重去洗一张照片了。挂了。 我们下午应该能做完了吧？你这么累，要不休息会儿吧？你们建筑系的期末考这么水深火热，你好不容易熬过去，还要给我弄这个？没事儿，做衣服呢，对我来说就是休息解压。有些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宿舍待着，从往别人宿舍跑。 有些人不爱在自己宿舍待着，就不会去别的宿舍吗？猜猜我买了什么？是的，衣服。将将将，开拓情侣款电动车。哼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找梁又年借的。又年学长这么有钱啊？ 建筑系的奖学金都特别高，而且他每期都拿。奖学金不是每个系都一样吗？为什么建筑系的特别高？我们建筑系多了一个方式集团的特等奖。嗯，而且这个特等奖还发的特别快，不像我们学校里的奖学金还得各种等审核等拨款。你怎么知道比我还多啊？海大校报首席记者核心报道。 都在啊，你们都考完了吗？我考完了，学姐，你呢？我回来拿出复习，还差明天一科。学姐，你拿过方式奖学金吗？拿过啊，不过每次的特等奖都被梁又年拿走了。你看，梁又年的零花钱多的都花不完，我就是先借来花花，到时候等我拿了奖学金再还给他。说的跟你一定能拿到似的。 欣欣肯定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林开拓也说要拿奖学金来着。天哪！嗯，你肯定没问题。不过我觉得林开拓就不一定。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复习了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加油。拜拜。哎，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回家？开拓什么时候回，我就什么时候回。 到时候我们穿着情侣装，开着情侣款电动车，一起双双把家还。你会骑车吗？不会也可以学的嘛。他载你回去，那才叫浪漫呢。你俩一起骑车回去，你充其量就是一车友。那他也不可能载我回去嘛。我也想和学长一起回家。 你俩怎么就这么废呢？废柴。阿霞，我们这样真的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早就勘察过了，这条路是你学长去公交站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在这儿堵着，一定能等到他。 学长，哎，你们今天也回家吗？对。哎，学长，我和你不同路，但是淼淼她跟你同路，在这里我就郑重其事地把淼淼交给你了。记住，她坐公车喜欢坐在后排，但是一直看着窗外会晕车。
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我走了，拜拜。那走吧。走吧，谢谢。你一定要和梁又年坐在一起，最好是坐在车厢后半部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和他一起的。